我自己是从小学画画，特别喜欢美丽的线条色彩。我们大学时候就因为要参观杭思言的那个丝绸的加工的过程，我当时来看过，觉得哎呀，原来就美丽布背后就付出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织布的、烧丝的、染色的，各种各样工艺都有。所以这个地方一直印象挺深的，又是在运河边，就像北京的七九八或者上海的苏州河那边那种感觉啊。刚好有个朋友说起这边有房子在出租，那我说哎呀太好了，因为这个地方自己来过也熟悉，然后这个地方这种丝绸的文化的氛围跟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又很吻合。今年第七个年头了下来，在这里生根发芽壮大，一直到现在，哎，终于可以腾挪一个像样的大一点的地方，就非常非常满意，希望在这里一直好好的做下去。我是把礼服的立裁的那种精神，把人体的起伏，把人体的各个部位的装饰的这个点，我都运用在我的旗袍上面。就是你该在什么部位起装饰作用，什么地方你是可以虚，什么地方要实，无论是线条的剪裁还是面料的搭配，你一定要跟着这个客人的肤色体型，他平时穿衣服的生活的习惯，还有他的职业特点，还有一个就是他要去的这个场合。因为你有些颜色他是主人还是他是去参加别人的活动，所以你在帮他选择颜色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一点。那他的肤色是偏白的还是偏黄的，体型是微胖的还是瘦的，就是要帮别人做一件漂亮的衣服，这也是我自己的追求。10年前旗袍还是很少很少有人穿，可能偶尔有一个新娘子她在结婚的时候想体现一点传统的味道，她会来订一件旗袍。直到现在春风来了，就是我们的民族服饰逐渐的抬头，现在有人如果穿着旗袍上街已经是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新奇或者很古怪的事情。因为这个土壤很成熟的时候，我们前面的积累全部都融合在一起，让我能够做出来一件很漂亮的旗袍。现在是全国各地乃至于国外的客户都有带着诉求来找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不光是我，让我们的员工也好，跟我一起做事情的同事们，大家都觉得我们的工作是有社会意义有价值的，所以这个东西反过来反哺我们更好的做这个事情。这些客户包括自己的朋友，有些客户都是老中青三代，就一家三代都在这里做衣服，就觉得他们人生很多重要的时刻都是自己在参与，觉得挺自豪的。我一直在想，服装无论是走向世界也好，还是我们下一代传承也好，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金字塔的塔底。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基础要坚实一点，心胸开阔一点，视野也要放得开，把自己所有的传承的能够静下心来学到的东西一代一代的交给我们的徒弟，交给我们的下一代，把我们中国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再传承的好一点。